今天咱们修的是一头拐驴，看看去吧。走路有点拐，看蹄子，蹄子开花了。哎，后蹄儿也看着别扭。这驴瘦啊，这驴，你看这肩，不一般平，直角肩。嗯，看这脸，马烫是飞燕，驴烫碰鞋。嗯，前腿长成猴了都，年久失修就会这样，蹄子开花了。这是坏的，记得说的呀。啊，坏着了，坏的，坏的车上。你说蹄子就是长皮了，这是。坐吧，坏的。嗯。有问，有。驴不能走，你看，远。电梯大，对，鱼不能鱼啊鱼鱼好吧哟这就没事了把人就把把钱给你了这是你看你不懂啊我们走走走走我是球嘞，我是有球呀。驴到了青春期，犟劲儿就比较十足啊。今天呢，这头毛驴实在太犟了，师傅有点招架不住啊。咱们过去看看。车上一个，车上一个啊。我给一个车，给是啊，真毒啊。好嘞，你要软面粉，绿油面粉，那个，你让他别动，
你黑驴。岳奔。好了好了，别动了，好了，有，现有方向点，有。不能老板，你打六千来杨坤，与谁爱当中驴？中驴，回去陪中去。得瘦，得喂喂。老板。鱼不能有这手串又逮了，你说不管。
叫森林那一块儿是吗？叫森林，我点名叫森林，叫森林，我来我去。是啊，没改。那六，你看雷成这嘛来了？雷的没毛了都。没毛来的，瞅你今天，磨皮了又。你看这烂铁，你看那个叫。那天上你说这个黑驴家的驴蹄子大的快来着，啊，接着绑上呢。哎，你不绑了吗？不绑更闹腾。摘蹄子不摘了。大家好，我是小辉，咱们现在在一个养殖户里边啊，一会儿去市场里边修一个大长蹄子，带大家看一看这个蹄子和象牙一样长。去，去，来起来起来，哎呦呦呦，起来起来，这么费劲，哎呦哎呦哎呦，你修修啊。哎呀，这么瘦！师傅看见蹄子特别大，先摸摸到，就两个前蹄特别的长，好像象牙一样。双层蹄子容易夹刀，师傅先洒水，再下刀。下第二刀时把刀夹住了，洒点水降降温，一刀切掉了。师傅小聪明了。这个蹄子先洒水，这样就省力多了。修长蹄子看着真过瘾。现在开始烙底，先把骨蹄切掉。
高兴地嚎叫起来。